戏它是一样。不，那款的相对来说哈，就是它是，我觉得那款好看一些。哎呀，那个也好看一些啊。那款好看一些。就相对看起来，它是稳定性啊，那些好一些，车身长一点。那么多款噻，哪个选呢？嗯，我选了嘛。那个什么车哟？那是钱江的。哦，钱江。嗯。那款不跑好多年，就只有那款了。一万的那款是噻，主要那款是无升级的，就打起一点声音都没得。哈，哎，你如果想买好点的呢，我的建议你买款钱江或者本田。本田的。嗯。本田的么家？本田的要7000多，你可以看下嘛。本田的低价嘛。哎，那款老爷车有点。哎呦，喊弟弟买个老爷车哦。刚好可以。而且几个媳妇儿全部坐那一排一排，弟弟都坐那节，开心你们媳妇儿不多疯啊？老二那个车也不得。媳妇儿好人就那种老爷车也可以啊，其实。你弄不的老板，嗯，你其实前年我在跟着那个车子是没意思。是我是的噻。你我多给你介绍几个了。嗯。一个3800要得划分吧。你3800定的，你的我们个三年是。嗯，有时候噻，你都说我们多少是农村的哈，我们班里面能开起还有师傅，可以当老板儿，少赚点儿，我给你介绍客户来。你有那个，包括那个，如果他要是买过，他现在他对我们的定价还是好的，他也他那个也不行。对，他要买。他是真的嘞。哎，要得要得，我这儿有车来，搞一下，给我介绍个生意来。你这个还有保险噻，都是红色呀。嗯，有白色。白色，老花红色，红色来当些。红色嘛，红色。你骑上去感受是啥么样子？是啊，打火看沈阳声音。可以试哈不？啊？可以试哈不？可以。沈阳声音呢？打火都行的。多些。就是在打火嘛。嗯。还没那个装，还没装电瓶。哦。装电瓶。装电瓶的话，我要推出去了，我来先推出去嘛。把电瓶装上去试嘛。老二，可以那款噻？满意不？那款我觉得可以噻。可以啊。你过去你好满意哈，满意就好。啊，可以，他满意嘛？哎，后台是大啥？我到时候带出去当老妈都怕疯啊！后台是。这个生意单两人都得行，他的过年表差。好，明年子弟弟带你出去都疯了。下半年。下半年都可以做到。有机会了。九个月了。对。那个长得好，那个胖子，高一岁的。哦，确定是那台啦？啊，确定那台哈。我刚叫那个他看，起来看性能噻。那是检量性能是吧？大点点，多么正！嗯，你是我当时好些，你不是习惯起来又那样那样的，是不？都大得多嘛？就是骑那个宝马落地的嘛。好嘛，有点大气哈。大气。啊。可以。那你骑不行嘛？我爸爸那个，我开车，爸爸坐后座。要得。嗯。要得。啊。爸爸现在心情肯定是非常激动哈。那你骑车的慢点喽。好。来，我们这就先那个嘛，先热来试一下嘛，先享受好吗？骑不起来是那么远，老板还是开心噻。我来骑。来，我们回家了，你看弟弟的新车车，哦，弟弟新车车，哎。